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，文化艺术。孔子，青铜奔马，又称马超龙雀，秦二号铜车马。敦煌壁画，彩塑，莫高窟外景，二七纪极塔。天坛祈年殿，黄鹤楼，孔庙杏坛，颐和园铜庭。布达拉宫，中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荣国团。五连冠的中国女排马家军女将一王军霞，国际象棋大师谢军，速滑女英雄叶乔波，夏日山居图员王猛，吴竹秀石图员倪瓒，出水芙蓉宋，西湖图员陈琳，洛神赋局部敬顾恺之，清明上河图宋张泽端，马拉之死法大卫，蒙娜丽莎伊达芬奇，思想者法罗丹，大卫艺米开朗奇罗。向日葵荷兰梵高，扮成丑角的保罗西班牙毕加索。京剧、昆曲、越剧。京剧旦、学戏、京剧生、京剧进、琵琶舞、现代舞、芭蕾舞、新疆舞、孔雀舞。戴爱玲受奖。龙虎同尊、商、错金铜器春秋、唐牛车、晋。语言起源的种种假设。世界语言之多少，人造国际辅助语、世界语、汉民族的共同语、普通话，功劳卓著的文言，准确小畅的白话，十里不同音的汉语方言，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。二、语言大厦的基础，语言大厦的建筑材料，词的灵魂，词义，词义的发展变化，词义派生，词义引申，丰富词汇的途径，模糊语义。三、语言的发展和交流，水和窝头，音译巧合，音变规律，特殊音变。咖啡的进口，借此输人；茶的出口，借此输出；台风的旅行，借此回收。选词的无形法则，省力，不同语言间的桥梁，翻译。古代汉语在国外。四、同词造句的规律，言语的法官，言语习惯，词的语法性质，词序和句意，歧义的产生，句子的主干和枝叶。丰富多彩的量词，表意严密的复句。五、美化语言的艺术，用词准确，文字简练，画龙点睛，选好近义词，长句短句各尽其妙，句子成分的意味，增色添香的比喻，花样繁多的借代，藏间埋玉的镶嵌，妙语连珠的顶针，精巧优美的对偶，势如海潮的排比。六、千姿百态的文字，使用人口最多的方块文字、汉字、繁体字和简化字，古代的别字、通假，少数民族使用的汉字，真正的蝌蚪文、彝文，世界屋脊上的文字、藏文，成吉思汗的意外收获、蒙古文，来自真主故乡的文字、回吾尔文，使用人口最少的文字、女书，流传地域最广的文字、拉丁字母，东正教的文字、基利尔字母，同汉字相近的日本文字，历史悠久的文字希腊文，文字的活化石纳西东巴文，看天气的连环画尔苏沙巴文，不是文字的文字国际音标，用手读的文字盲文，世界数字种种文学基础。一、无形的艺术世界，用语言塑造形象的文学，文如其人的风格，作家的艺术追求意境，作品成功的标志与典型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，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学，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，强调客观记录的自然主义，名目繁多的西方现代派。二、五彩缤纷的文学王国，文学题材的分类，最古老的文学题材诗歌，读者最多的文学题材小说，最灵活自由的文学题材散文，供舞台演出的戏剧文学，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，历史悠久的神话，含义深刻的小故事寓言，融新闻文学于一体的报告文学，岁月的录像回忆录。三、中国特有的文学题材，讲究韵律的古代诗歌，长于铺排的汉赋，抑扬顿挫的词，说唱文学之祖变文，记述新奇故事的唐宋传奇，话本和章回小说，年龄最大的剧种南戏，走向成熟的剧种杂剧，杂剧的姐妹艺术三曲。四、塑造形象的材料和技巧，天衣无缝的结构，叙事文学的血肉情节，从题材中提炼出主题，简洁传神的白描，
幽默的批评，讽刺，流动的思维，意识流。五、世界主要文学奖，诺贝尔文学奖，中国茅盾文学奖，日本芥川文学奖，法兰西学院奖，法国龚古尔文学奖，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，意大利巴古塔奖，安徒生奖，美国普利策奖，美国欧亨利短篇小说奖，美国文学艺术学院荣誉奖，英国布克小说奖，阿根廷泛美作家协会奖，美洲人之家文学奖。1901到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中国文学。一、中国古代文学，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世界上最早的传记文学《史记》，中国最早的旅游地理文学《山海经》，中国最早的叙事长诗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中国最大的诗歌集《全唐诗》，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《格萨尔王传》，中国最早的诗文选集《庄明文选》，中国最大的小说集《太平广记》，中国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《世说新语》，中国最早的文言志怪小说《搜神记》，天下夺魁的《西厢记》，浪漫主义巨作《临川四梦》，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，农民起义的画卷《水浒传》，长篇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，暴露明末社会事态的《金瓶梅》，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集《三言二拍》，塑造女英雄的《杨家福演义》，讽刺小说的典范《儒林外史》，现实主义杰作《红楼梦》，谈狐说鬼的《聊斋志异》，海外奇谈《镜花缘》，侠义小说的代表作《三侠五义》，张扬中立的《说岳全传》，写兴亡之感的《桃花扇》，轰动京城的《长生殿》，清末四大谴责小说。二、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，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，建安文学的代表，三曹，原诗人陶渊明，诗仙李白，诗圣杜甫，诗鬼李贺，多才多艺的王维，善作奉喻诗的白居易，心有灵犀的李商隐，唐宋八大家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，写山水游记的高手柳宗元，一代宗师欧阳修，诗画巨功的苏轼，壮志未酬的爱国诗人陆游，书写英雄之词的辛弃疾，才华出众的女词人李清照，元曲四大家，元代剧坛领袖关汉卿，首开近代诗风的龚自珍，鼓吹新学的梁启超，世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。三、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，对现代文学开拓有功的胡适，博学多才的郭沫若，文学巨匠茅盾，独创灵语者形象的郁达夫，紧跟时代的朱自清，新月社代表诗人徐志摩，诗人兼学者闻一度，小读者的知心民有冰心，塑造市民群像的老舍，都有贡献的小说家叶圣陶，期望光明的剧作家曹禺，热情如火的巴金，农民作家赵树理。四、中国神话传说人物，开天辟地的盘古，炼石补天的女娲，逐日英雄夸父，撞断天柱的共工，猛志常在的刑天，先师填海的精卫，铜头铁额的蚩尤，发明八卦的伏羲，射日英雄羿，错奔月关的嫦娥，治水救灾的大禹，为父报仇的眉间尺，挖山不止的愚公，哭倒长城的孟姜女。外国文学。一、亚非拉文学，印度古代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，日本古典杰作《源氏物语》，阿拉伯民间文学的精华《一千零一夜》，印度文学的骄傲《泰戈尔》，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，古巴现代主义诗人何塞马蒂，智利政治抒情诗人聂鲁达，魔妖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。二、西欧北欧文学，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，世界最早的寓言集《伊索寓言》，具有水酒魅力的希腊神话，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，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，人文主义作家乔叟，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，第一个为杀菌辩护的人米尔顿，笛福的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，斯威夫特的《格列佛游记》，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人菲尔丁，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，早逝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，自学成才的小说家狄更斯，反抗社会礼法的哈代，撕掉绅士假面具的笑伯纳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，福尼契的牛虻，拉伯雷的巨人传，拉风丹的预言士，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埃，为二十世纪而写作的斯丹达尔，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《人间喜剧》，
拓子作家大仲马和小仲马，人道主义作家雨果，无产阶级诗人欧仁·鲍迪埃，新的艺术法典创立者福楼拜，自然主义作家佐拉，短篇小说巨匠莫泊桑，罗曼·罗兰的约翰·克里斯朵夫，存在主义作家萨特，意识流先驱作家普鲁斯特，歌德的浮士德，向封建专制主义宣战的席勒，格林兄弟和格林童话，自称剑与火的海涅，托马斯曼的布登伯洛克一家，但丁的神曲，薄伽丘的十日谈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，童话作家安徒生，善写社会问题剧的易卜生，拉格洛夫的企鹅旅行记，表现现代人困惑的卡夫卡，现代派小说的巨著尤利西斯，三俄苏东欧文学，希腊幽默的克雷洛夫寓言，诗歌的太阳普希金，俄国文坛盟主果戈里，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列夫托尔斯泰，把握时代脉搏的屠格涅夫，不惧精神苦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，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高尔基，十月革命的歌手马雅可夫斯基，曲歌革命英雄的法杰耶夫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，静静的顿河，献身祖国自由的诗人裴多菲，民族复仇诗人密茨卡维奇，四美国文学，美国诗歌之父惠特曼，文学中的林肯马克吐温，创造美国文学新天地的德莱塞，描写个人奋斗悲剧的杰克伦敦，天才小说家福克纳，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海明威，五外国神话传说人物，主宰宇宙的天神宙斯，创造之神大梵天，众神之王奥丁，冰雪巨人伊密尔，古埃及的太阳神拉，盗火英雄普罗米修斯，智慧女神雅典娜，机智勇敢的奥德修斯，力大无比的赫拉克勒斯，海神波塞冬，寻取金羊毛的阿尔戈船英雄，古物女神德莫特尔，文艺科学女神露丝，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，古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，毁灭之神湿婆，保护之神皮湿奴，丰饶之神和冥世之主奥西里斯，弃邪归正的吉尔加美什，人类第一对夫妻亚当和夏娃，造方舟避难的挪亚，哲学美学，一认识无形的世界，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，投足道志的唯心主义，物质第一的唯物主义，世界的本源物质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，运动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，时间和空间，地球上最美的花朵，意识，意识的社会性，意识的能动性，拔苗助长和规律。二，变化中的世界，事物的普遍联系，事物都是发展的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，充满矛盾的世界，矛盾的普遍性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矛盾的特殊性，对立统一规律，质量互变规律，否定之否定规律，事物的尺子质量度。三，人的认识规律，吃螃蟹，实践决定认识，认识的起点，感性认识，反映事物本质，理性认识，伽利略的胜利，科氏直理，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差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实践。四，彼此之间的奥妙，白马和马，个别和一般，人不可貌相，现象和本质，无风不起浪，云和结果，老学究的错误，内容和形式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偶然性和必然性，人类上天，可能和现实，个人和群众。五，美在人间，美的本质，美感与快感，美的两种形式，自然美或人，劳动创造社会美，美人或人美，从生活美到艺术美，审美心理，审美教育，宗教习俗。一，并不神秘的宗教世界，宗教与封建迷信，颠倒看世界的宗教，宗教的消亡，宗教信仰自由。有些科学家为什么也信教，神是人造的，神从地面飞到天上，人类最早的宗教，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。二，宣扬四谛的佛教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，佛教的基本教义四谛，佛教的法轮常转说，佛教描绘的世界，佛国的等级，佛教的礼仪与节日，三五面佛，吉祥的标志五，佛教的四大道场，四大金刚，弥勒与维陀，大雄宝殿和如来三佛，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，西天取经的玄泪，渡海传经的剑，行善诸恶的济公，
美如莲花的佛教艺术。三、中国的道教。道教的建立、道教的兴盛和衰落、农民战争与道教、阴阳五行说与八卦、河图与洛书、炼制长生金丹、太上老君与南华真人、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、各显神通的八仙、福禄寿三星高照。四、基督教。基督教的三世主耶稣、基督教的经典圣经、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，主宰世界的三位一体、人生来就有的原罪、世界末日与天国福音、教皇和红衣主教、十字军远征、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、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。五、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的上帝安拉、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、安拉的使者穆罕戈德、伊斯兰教的创立逊尼派和什叶派、麦加朝圣和克尔白黑石、清真的含义、开斋节与宰牲节、智慧的代表阿凡提、美术书法、一绘画种种富有诗意的中国画、层层涂抹的油画、出现最早的图画壁画、色彩透明的水彩画、用途广泛的水粉画、拓印出来的版画、富于讽刺幽默的漫画、中国独有的年画、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宣传画、老少皆宜的连环画。二、中国名家名画。顾恺之《洛神赋图卷》和吴道子《送子天王图》，金浩《国炉图》和董源《潇湘图》，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黄泉写生真情图，米芾父子的山水画，马远雪景图和夏圭松崖刻画图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，梁楷李白行吟图和泼墨仙人，元四家、明四家、清四王、扬州八怪、运阁出水芙蓉、八大山人和花水鸟、岭南画派、齐白石虾、黄宾虹丘陵图、徐悲鸿奔马、张大千长江万里图。三、外国名家名画。文艺复兴三杰、威尼斯画派、海尔斯及普赛女郎、伦勃朗夜巡、鲁本斯福尔曼像和拉多尔庞巴杜夫人像、韦拉斯开兹教皇伊诺森十世和戈雅查理四世全家像、大卫马拉之死和德拉克罗娃自由引导人民、米勒十岁和库尔贝什宫、康斯泰布尔甘草车和科罗孟特方丹的回忆、莫奈印象日出和修拉大碗岛上一个星期日的下午、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和苏里科夫近卫军临行的早晨、西方现代派。四、中外雕塑。中国最早的雕塑代替活人殉葬的俑、灵基石雕、汉代画像石、砖、石窟雕像、敦煌莫高窟彩塑、寺庙彩塑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、埃及狮身人面像、古希腊雕塑、古罗马雕塑、大卫雕像、伏尔泰坐像、陈思和巴尔扎克、马赛曲和于童。五、书法篆刻。中国早期书法甲骨文、铸在铜器上的书法作品、方圆绝妙的篆书、隶书和成秒、方折建立的魏碑、工整端庄的楷书、流动的楷书、行书、笔走龙蛇的草书，古代五位大书法家方寸之间的艺术篆刻、西冷印社。六、中国工艺美术品。声名远扬的瓷器、风格独特的四大名绣、享有艺术使者盛誉的丝绸、古朴典雅的地毯、技艺精湛的牙雕、以锤当笔的铁画、形美色艳的景泰蓝、手捏艺术品泥塑、面塑、源自农家的工艺编织品、剪出来的艺术一剪纸、建筑园林。一、钻石写成的史书、木乃伊的灵基金字塔、精美的西亚古都、巴比伦城、古希腊建筑雅典卫城、古罗马建筑罗马万神庙、最早的竞技场罗马大决斗场、哥特式教堂、巴黎圣母院、伊斯兰建筑的明珠泰姬陵、文艺复兴建筑罗马圣彼得大教堂、西欧最大的官殿凡尔赛宫、工业革命后的建筑美国国会大厦。二、中国古建筑。隋唐皇城长安、繁华的宋都东京、最古的木构大殿五台山佛光寺、最古的木塔佛光寺释迦塔、最大的木构大殿长陵冷英殿、东方最大的官殿北京故宫。三、现代建筑。早期的摩天楼、玻璃大厦、各种大跨度建筑、草原式住宅和有机建筑、象征主义建筑、粗野主义建筑、装配式建筑、高技术建筑。后现代建筑层数最多的大楼，世界贸易中心大厦、
超级公寓住宅马赛公寓，混凝土的艺术悉尼歌剧院，典雅主义建筑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。四、巧夺天工的园林艺术，世界古典园林三大体系，独树一帜的中国园林，中国园林的三大要素，对景和借景，山石生情，楼阁风采，园亭点景，廊桥斜阙，云帘匾额。五、中国园林典范，仙山琼阁、固和园、江南名园拙政园和寄畅园，湖山胜景杭州西湖、万园之园、圆明园，北国风光延津八景和避暑山庄。六、现代新园林，综合性公园、儿童公园、游乐园、植物园、动物园、城市绿地和小游园、屋顶花园和室内花园、人工水景、体育绝技。一、体育盛会，奥林匹克运动会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、亚洲运动会、中国全国运动会。二、田径运动，体育运动之母田径，最早的奥运会项目短跑、飞毛腿、中长跑、羚羊般的飞奔、跨栏跑、场地越野、障碍跑、田径四重奏、接力、竞赛之王、马拉松、四跑、飞跑的竞走、徒手空中飞行、跳远、向地心引力挑战、跳高、人设蓝天、撑杆跳高、力发铅锅的铅球与链球，起源于战场的铁饼和标枪。三、球类运动，世界第一运动足球，巨人的对抗篮球，空中攻防战排球，从宫廷出来的运动网球，网上角逐、羽毛球、棒击流星、棒球和垒球，球类中的小弟弟手球、蛟龙戏珠、水球、桌上网球、乒乓球、飞滑击球、冰球、绿茵场上的冰球、曲棍球、悠闲的运动高尔夫球、力学魔术师的表演台球、拉格比足球、橄榄球。四、水上运动，竞技游泳、花样游泳、跳水、划船、划水、帆船和帆板。五、体操运动，竞技体操、自由体操、艺术体操、团体操、鞍马和跳马、吊环、单杠、双杠、高低杠、平衡木、技巧运动、健美运动。六、冰雪运动，花样滑冰、速度滑冰、滑雪、现代冬季两项。七、现代科技哺育的运动，无线电运动、航空运动、滑翔运动、跳伞运动、航空模型运动、航海模型运动、摩托车运动、摩托艇运动、自行车运动。八、棋牌运动，中国象棋、国际象棋、围棋、桥牌。九、中华武术，中华绝技武术、刀术、枪术、剑术、棍术、长拳、南拳、太极拳、对练。十、其他体育运动，举重、射箭、击剑、摔跤、马术、柔道、拳击、相扑、射击、登山。十一、中国体育明星，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国际金牌的吴传玉，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荣国团，中国第一个奥运会冠军徐海峰，第一个在冬季奥运会表演赛上夺冠的李艳，中国第一个击剑世界冠军栾居杰，中国第一个田径世界冠军黄志宏，第一个破世界纪录的中国人陈静开，第一个打破世界田径纪录的中国人周凤荣，第一个获奥运会奖牌的中国人纪政，第一个破游泳世界纪录的中国人杨轮毅，第一个打破自行车世界纪录的中国人周玲美，世界乒坛皇后邓亚萍，中国第一个游泳世界冠军林丽，中国第一个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，第一个获欧文斯奖的中国人王军霞，五破世界举重纪录的何卓强，三破世界跳高纪录的朱建华，体操王子李宁，铁榔头郎平，羽坛女皇李玲蔚，裹脚荣智行，跳水女皇陈潇霞，当代棋圣聂卫平，车马炮之王胡荣华。十二、外国体育明星，连创五项世界纪录的杰西欧文斯、四冠王刘易斯、跨栏长胜将军摩西、超级飞人布博卡、足球之王贝利、星球王马拉多纳、篮坛核武器贾巴尔、篮坛飞人乔丹、网球巨星伯格、网坛女王纳弗拉蒂洛娃、棒球之王王贞治、空中英雄洛加尼斯、水中导弹格罗斯、大王冠的奥托、体操高手科马内奇、
花样滑冰皇后维特。音乐舞蹈一，音乐的世界，乐音与噪音，音乐色彩与彩色音乐，七个数字组成的简谱，像小蝌蚪的五线谱。音乐的标志瑞辉，音乐的结构民间音乐、古典音乐、现代音乐、流行音乐。二，丰富多彩的曲种，奏鸣曲、交响乐、幻想曲、狂想曲、随想曲、小夜曲、夜曲、摇篮曲、云舞曲、马祖卡、小步舞曲、进行曲。三，著名音乐家，欧洲音乐之父巴赫，交响乐之父海顿，音乐神张莫扎特，乐圣贝多芬，歌曲之王舒伯特，钢琴诗人肖邦，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，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，俄罗斯之魂柴可夫斯基，小提琴王子帕尔曼，通俗钢琴之王克莱德曼，时代歌手涅尔，人民音乐家喜新海。四，世界知名歌曲，跳蚤之歌，老人和，伏尔加船夫曲，马赛曲，国际歌，黄河大合唱。五，中国民族乐曲，琵琶曲，十面埋伏，二胡独奏曲，二泉音乐，广东音乐雨打芭蕉，高洁的梅花三弄，唢呐曲，百鸟朝凤，古乐曲，广陵散。六，各显身手的乐器，最简便的乐器口琴，乐器中的小画眉笛子，能说话的乐器二胡，大珠小珠落玉盘琵琶，音乐园地里的花蝴蝶扬琴，高亢明亮的喇叭花唢呐，乐器之王钢琴，乐器王后小提琴，现代科技的新拍电子琴。七，神奇的功能，国歌祖国的象征，笛声救了一船人，超级学习法，帮助科学家发明创造，音乐治病，多种多样的音乐用品，飞向外星的流水。八，人体动作的艺术，艺术之母舞蹈，人体动作舞蹈的特点，一对孪生姐妹舞蹈与音乐，欣赏舞蹈的诀窍。九，舞蹈园地，丰富多彩的民间舞，风格独特的中国古典舞，足尖上的舞蹈芭蕾，富有创造精神的现代舞，国际性的交谊舞。十，舞蹈之花，在手掌上跳舞的赵飞燕，脚步沾地的芭蕾仙女，现代舞之母邓肯，芭蕾舞的灵魂乌兰诺娃，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龙舞，世界著名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，深的恋歌一《天鹅之死》，戏曲曲艺一《舞台小天地》，戏曲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之一，昆剧中国的祖剧，京剧中国戏曲的杰出代表，优美抒情的越剧，万紫千红的地方戏，说话的艺术话剧，不说话的戏剧哑剧，妙趣横生的滑稽戏，活灵活现的木偶戏，用光影表演的皮影戏。二，独特的中国戏曲，生旦净丑，唱念做打，手眼身步法，没有实物的表演，虚拟城市化动作戏曲表演，特技腔调与唱腔，舞台上的千军万马龙套，脸上的图画脸谱，戏曲服装的规矩，露台庙台舞台。三，戏曲名角，京剧四大名旦，京剧四小名旦，京剧四大须生，棋牌老生周迅芳，豫剧十姐妹，儒雅今生于振飞，江南活武松戴叫天，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，像剧革新家常相遇，剧旦角名家杨友赫，马世曾与红线女。四，说唱艺术，民间艺人的创造曲艺，绘声绘色的评话，笑的艺术相声，逗人发笑的独角戏，江南艺术明珠苏州弹词，节奏鲜明的快板，击鼓拍板的说唱大鼓，曲调悠扬的琴书，边走边唱边舞的二人转，通俗流畅的莲花落。电影电视一，影视艺术，第七艺术电影，电影的竞争对手电视，具有特殊魅力的电影画面，特殊顺序的电影时间，伸展自如的电影空间，影片的句子镜头，有声有色的梦幻世界，蒙太奇的特异功能。二，电影电视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，电影的生日，电影的不幸童年，从哑巴到多声到立体声，彩色电影的问世，从普通银幕到宽银幕，全景电影、立体电影和全息电影，中国电影的发展，一，闪光的明星现象，电视的诞生与发展。三，影视片家族，各具特色的电影品种，
多姿多彩的电视节目，故事影片的风范，喜剧片、西部片、科学幻想片、惊险片、电视剧。四、一部电影的诞生，一句之本领是文学剧本，影片的设计图、分镜头制本、点将布阵的电影导演，胶片上的绘画、摄影、声像一致的录音，呼风唤雨的电影美术师，多才多艺的电影演员，巧夺天工的服装师，手艺高超的化妆师，以假乱真的道具、剪辑，吸引影片的最后制作过程。五、电影中的特技，移花接木的停机在拍，花儿在瞬间开放延时摄影，荧幕上的慢动作快速摄影，奇妙的换头术二次曝光，腾云驾雾的奥妙分色法，飞檐走壁的功夫倒拍技术，天衣无缝的合成摄影，巧夺天工的模型摄影彩，没有枪炮的硝烟弹雨模拟法。六、电影奖、电影节，奥斯卡金像奖、威尼斯国际电影节、戛纳国际电影节、西柏林国际电影节、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、东京国际电影节、中国电影金鸡奖、大众电影百花奖、中国儿童电影铜牛奖。七、中外名片，一个国家的诞生，卡里加里博士、战舰波将金号、关山飞渡、公民凯恩、偷自行车的人、罗生门、野草莓、胡作非为、星球大战、末代皇帝、余光曲、黄土地、芙蓉镇、红高粱、玉清嫂、老莫的第二个春天。教育人才，一、开发人类智慧的工程，成才的四个要素，知识与能力，做学习的主人，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青春期，文明国家的标志，义务教育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，充满爱心的希望工程。二、学习的金钥匙，学业四要得，识、才、学、自觉和自立，优秀生学习的五个环节，学会观察思考，灵活运用知识，采集知识的花粉资料积累，帮助解开难题的逆向思维，开拓思路的发散思维，情绪与学习成绩，教学习上的劲勇，培养动手能力，科学支配时间，读无字数向社会学习 SQ32 读书法，建立家庭图书馆。三、治学与成才，苦练基本功的纪成，逆境奋发的司马迁，多思好问的戴震，虚心好学的梁启超，珍惜时间的鲁迅，持之以恒的竺可桢，坚韧不拔的高士奇，少年励志的茅以升，敢于想象的史丰收，专心致志的牛顿，文风严谨的果戈里，独立思考的高斯，勤于观察的法布尔，做事认真的爱因斯坦，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，自学成才的爱迪生。四、中外教育史知识，中国古代的学省和课本，中国古代的官学和私学，中国古代著名书院，科举考试制度，培养武士的斯巴达教育，培养雄辩家的古希腊术语，教育活化时英国公学，五国现行的学位制度。五、为人敬仰的教育家，中国教育宗师孔子，学界泰斗蔡元培，平民教育家陶行知，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，教育史上的哥白尼、伊夸梅纽斯，创办快乐之家的维多里诺，世界初等教育之父裴斯泰洛奇，阶段教学法的创始人霍尔巴特，儿童中心论者杜威，谱写教育师的马卡连科，心灵献给孩子的苏双姆林斯基，图书博物，一、求知者的宝库，智慧的海洋图书馆，书海的航标图书分类法，读书的向导书目，看宝的钥匙目录，不说话的良师工具书，送书上门的计算机网络。二、中外图书馆，世界最早的图书馆，世界最大的图书馆，亚洲最大的图书馆，哈佛大学图书馆，以列宁命名的图书馆，英国不列颠图书馆，美国独有的总统图书馆，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，北京大学图书馆，视听图书馆，用途各异的图书馆。三、立体的百科全书，大千世界的缩影博物馆，博物馆的四种类型，各色各样的博物馆。四、浓缩的人类历史，北京猿人展览馆，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，中国历史博物馆，中国革命博物馆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陕西省博物馆，内蒙古博物馆，南通博物院，埃及博物馆。五、征服自然的记录，
北京自然博物馆、北京地质博物馆、北京天文馆、北京动物园、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、德意志科学技术博物馆、美国自然史博物馆、美国国家宇宙航行博物馆、肯尼亚国家博物馆、法国发现宫、美国探索博物馆。六、绚丽的艺术圣地，北京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博物院、中国美术馆、法国卢浮美术宫、梵蒂冈博物馆、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。新闻出版。一、天下大事的传播，新闻和新闻奥素，新闻的生命真实性，采访报道的专业人员记者，编排新闻的工程师编辑，新闻工作的耳目通讯员，新闻传播的主要机构，新闻传播的四个发展阶段，日新月异的传播手段，消息总会的通讯社，世界大通讯社，中国新华社。二、快速形象的广播电视，广泛迅速的广播，遍及各地的广播电台，从有线广播到卫星转播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、美国之音、英国广播公司 BBC、 日本最大的广播机构，怎样向全世界转播奥运会。三、报纸的知识，一张报纸的组成，报纸的面孔、版面，中外最早的报纸，中国各行业的主要报纸，台湾省的主要报纸，少年儿童的报刊，黄色小报的由来。四、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出版事业，出版工作的三个环节，一、木书的构成，书籍之最，书海之大，书的演变，各式各样的书，文物瑰宝。一、中国文物精品，侯马盟书、战国虎符、越王勾践剑、银雀山竹简、秦始皇陵兵马俑、汉代陶俑、西安碑林、唐昭陵六孙、司母吴方鼎鼎、马踏飞燕铜像、唐寅勋球、铜壶滴漏、古铜镜、曾侯乙编钟、华严钟、长信宫灯、金缕玉衣与银缕玉衣、金冠与凤冠、彩陶、彩瓷、唐三彩、素纱禅衣、彩绘木雕动物作品、团城玉瓮、独木大佛、楚帛书与楚帛画、金銮殿龙椅、外国文物精品、老村长像、涅菲尔提提胸像、掷铁兵者像、鲍爷的小孩像、宙斯像、维纳斯雕像、拉奥孔群像、尼奥贝群像、奥古斯都立像、图拉真纪念柱、马库斯奥勒留骑马像、利达和天鹅、库库尔坎摄影奇观、德国中王、埃菲尔铁塔、母狼雕像、自由女神像、撒尿小孩铜像、丹麦美人鱼、华沙美人鱼、民间风尚。一、岁时节庆，夏历和二十四节气，盛大的传统佳节春节，火树银花闹元宵，祭祖寻根冬至节，送灶与接灶，吃团圆饭和守岁，迎父与送穷，迎春备耕，扫雁踏青清明节，阳春三月佳节多，傣历新年泼水节，立夏称人见三星，二虎扑见端午节，夏至和夏九九，泼火聊天火把节，傈僳族的刀杆节，七夕乞巧和双薪，鬼节七月半，特爷与中秋节，老人家节是重阳，草原盛会那达慕。二、礼仪与风尚，花甲与十二生肖，出生喜三合种树，婴儿满月，百家锁与抓周，加冠穿裙成年礼，六礼与拜堂交杯酒，文明节俭的新婚礼，献桃天梁祝长寿，中国的金刚钻婚，含恋成夫与出殡，自古就有的火葬，畲族的婚礼和丧事，献别、接风、见面席，兄弟民族美俗多，遇到春风，特殊的相关名约打标，藏族的崇高礼节献哈达。三、行业习俗，残敬和望残训、拜行、敬牛、开阳门、为寿打猎论功赏、传眼镜与传老大、护航女神妈祖、武将八座的规矩、小科班的班规与细俗、招牌和幌子。四、衣食住行，万花简般的生活民俗、服饰习俗、饮食习俗、居住习俗、交通习俗、大襟长袖的藏装、白石、红石和整羊席、苏州的四季茶室、傣族的竹楼、火塘、上家族的建屋庆典、满族人家讲卫生、四川滑竿、特别的鸡毛信。五、样瑞与禁忌，龙凤呈让，几样纹样，四灵祥瑞的标志，八宝饭和八宝图，
八仙的传说和民俗，口才与忌讳，兄弟民族的禁忌，外国的禁忌。六，异国风情，外国新年风俗，圣诞节，复活节，巴西的狂欢节，美国的感恩节，专开玩笑的愚人节，男孩节和女孩节，日本的人生礼俗，一些亚非国家的月圆节，欧美各国女性的服装，馅饼，热狗和三明治，西班牙斗牛。七，国际社交礼仪，握手，拥抱，亲吻，欧美的社交礼仪，西餐宴会的礼仪，手势相同亦不同，意义相反的习俗，文化之谜。一，中国文化之谜，中华民族为何崇尚黄色？十二生肖来历难明，神秘的补天人，八卦象征什么？无字碑留下的难题，汉字起源于何时？费解的陶器几何纹，下落不明的北京猿人化石，传国之玺是落在何处？哪里是昆仑仙山？扶桑究竟指哪个国家？桃花源在哪里？古战场赤壁在哪里？观世音是男还是女？孙悟空的国籍？白蛇传说有何根据？满江红是不是岳飞写的？徐福有没有东渡日本？二，外国文化之谜，令人费解的人面狮身像，千年佛坛是谁建造？特洛伊木马是何物？这里是特洛伊城吗？巨型石圈之谜，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？巨石文化如何创造？卡拉帕文化是怎样毁灭的？玛雅文化是怎样消失的？图坦卡蒙法老留下的难题，维纳斯雕像的双臂原是什么样子？神秘莫测的蒙娜丽莎的微笑，月光奏鸣曲为谁而作？公社社员墙象征什么？伊凡雷帝的书库，红十字会的标志从何而来？汉字何时何地传入日本？一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，北京、承德、大同、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杭州、绍兴、泉州、景德镇、曲阜、洛阳、开封、江陵、长沙、广州、桂林、成都、遵义、昆明、大理、拉萨、西安、延安、上海、天津、沈阳、武汉、南昌、重庆、保定、平遥、呼和浩特、镇江、常熟、徐州、淮安、宁波、仙县、歙县、亳州、福州、漳州、济南、安阳、南阳、商丘、襄樊、潮州、建仲、宜宾、自贡、镇远、丽江、日喀则、韩城、榆林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、银川、喀什、正定、邯郸、新疆、代县、祁县、哈尔滨、吉林、吉安、衢州、临海、长汀、赣州、青岛、聊城、邹城、临淄、郑州、浚县、随州、钟祥、岳阳、肇庆、佛山、梅州、海康、柳州、琼山、乐山、都江堰、泸州、建水、微山、江孜、咸阳、汉中、天水、铜仁。二，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，八达岭一石三陵风景名胜区，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风景名胜区，秦皇岛北戴河风景名胜区，五台山风景名胜区，衡山风景名胜区，湾山千山风景名胜区，镜泊湖风景名胜区，五大莲池风景名胜区，太湖风景名胜区，南京中山风景名胜区，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，富春江一仙安江风景名胜区，雁荡山风景名胜区，普陀山风景名胜区，黄山风景名胜区，九华山风景名胜区，天柱山风景名胜区，武夷山风景名胜区，庐山风景名胜区，井冈山风景名胜区，泰山风景名胜区，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，鸡公山风景名胜区，洛阳龙门风景名胜区，嵩山风景名胜区，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，武当山风景名胜区，衡山风景名胜区，肇庆青湖风景名胜区，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，峨眉山风景名胜区，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，黄龙寺一九寨沟风景名胜区，重庆缙宁山风景名胜区，青城山一都江堰风景名胜区，道门蜀道风景名胜区，黄果树风景名胜区，路南石林风景名胜区，大理风景名胜区，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，
华山风景名胜区、临潼张林山风景名胜区、麦积山风景名胜区、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、野三坡风景名胜区、苍岩山风景名胜区、黄河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、鸭绿江风景名胜区、金石滩风景名胜区、新城海滨风景名胜区、大连海滨一旅顺口风景名胜区、松花湖风景名胜区、八大部一净月潭风景名胜区、灵台山风景名胜区、蜀岗瘦西湖风景名胜区、天台山风景名胜区、圣寺列岛风景名胜区、兰溪江风景名胜区、王哪山风景名胜区、青云山风景名胜区、鼓浪屿一万石山风景名胜区、太老山风景名胜区、三清山风景名胜区、龙虎山风景名胜区、胶东半岛海滨风景名胜区、大红山风景名胜区、武陵源风景名胜区、岳阳楼洞庭湖风景名胜区、西樵山风景名胜区、丹霞山风景名胜区、桂平西山风景名胜区、华山风景名胜区、贡嘎山风景名胜区、金佛山风景名胜区、蜀南竹海风景名胜区、至今洞风景名胜区、海洋河风景名胜区、红枫湖风景名胜区、龙宫风景名胜区、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、昆明滇池风景名胜区、丽江玉龙雪山风景名胜区、雅龙河风景名胜区、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。第三批公布的风景名胜区35处。三、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第一批180处，第二批62处，第三批258处。四、世界文化遗产目录。